The Jingyun Bell, a national Grade 1 cultural relic, is preserved in a pavilion at the Xi'an Steely Forest Museum. 247 centimeters in height, the bell weighs as much as 6 tons. 反正在我一提到景云钟，脑海中先浮现出的是三个第一，比如说它是中国195组禁止出境的国宝里面唯一的唐代的钟。第二呢，它是西安钟楼上真的钟。就西安有个地儿叫钟楼，那个钟呢，其实为了保护文物啊，种种原因吧，现在是复制品，真钟就在咱们身后。第三更厉害了，它曾经是每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倒数计时的钟声，录的是它的音。那这个钟是什么时候就是建成造建的呢？公元711年，那是唐睿宗李旦的景元二年啊。这一年呢，李旦到了咱周至啊，皇帝出游嘛，巡游，晚上做梦了，梦见什么呢？霞光满天，祥瑞之兆。其实你看，景云这个年号，也就是吉祥的云的意思嘛。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咱们有这么一个好事儿，咱得铸个钟嘛。”这其实是中国古代一直以来的传统啊，他也铸了这个钟。Emperor Ru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commissioned the bell and wrote the inscription himself. The 292-character inscription became one of the few extant calligraphic works of the emperor. The bell features both Buddhist and Taoist cultural elements.中国唐代有信佛的皇帝，也有信道的皇帝，也有两者兼信的都有啊。那这上面讲的是什么呢？道教的玄妙和钟声的婉转悠扬。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道钟，它不是在寺庙里挂在道观里的。左下角是龙啊，中间是凤凰，右边是狮子，还有飞天。所以你看，说这个钟是道钟，它人家悬挂在道观上面，上面的铭文跟道家有关，道教有关，但是上面有狮子。上面有飞天，又跟佛也有关系，说明唐代的这种心胸啊，佛道啊，大家都在一起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唐朝之所以鼎盛，也是因为它的融合、它的吸收和它宽大的胸襟。The bell, noted for its resonant chimes,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he superb craftsmanship of bellfounding in the Tang Dynasty.后来研究过它的工艺啊，它用铜啊、锡啊，包括一点铅，以各种比例，可能是最精到的一个比例、最准确的比例去铸造这个钟，让这个钟啊，是它这个声音就能调到一个最美妙的。同时呢，你看上面有那个钟乳啊，那个上面那个小点儿啊，凸出来的啊，有32枚，据说有调节音律的它的一个作用。再然后呢，它是分了5段，26块，这个分段铸模，哎，它当时的工艺真的是代表了唐代最高的一个水平。景云钟历经千年朝代更迭后，如今被妥善地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。2002年，它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。它是我们国家重视文物、保护文物的见证，